我一会儿上那边去找你一坨来吧。啊。慢点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刘老师。现在是看我的手表，又派上用场了。现在是6:53，晚上的6:53啊。快过年了嘛，然后我哥哥现在干活比较忙，刚吃过晚饭，他要出去干活了。但是今天有一点忙不过来。我妈妈身体不是还不太好吗？然后我嫂子给我侄女儿去走亲戚了，没人给她打下手了。用到我的时候到了，我去给她打打下手。走吧，出发。虽然我啥也不会，我嫂子还回来了。不是说那姐儿不回来了吗？不是说不回来了呢？回来了，我手机没有电了，我充电给她呢。耶。俺哥还说了，那今儿不回来了，那你去给他干活，我去给他干。对啊。俺哥。去干活去。去吧。那你去吧。那我就不去了。把手机给你妈妈来。手机给我吧。走，上楼看电视来。耶。刘某，你没回来？没有，刘某你不回来。那不回来就了，跟他住着呗。那我就不去了啊。以为我嫂子不回来了呢，我又没有用武之地了，那我就看着佳佳吧。佳佳，看姑姑，过来。1, 2, 3，给我比个心，比心。我们要怎么比呢？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他俩比的是啥都不懂。好，走，我们上楼找奶奶看电视睡觉去，干活到此结束，拜拜，大家晚安。Later.